差不多。欢迎收看《脱音酒精路跑》。没错，本节目呢主持人越来越少了，但是妹还是一样不会少。好，我们赶快先来介绍我们的蜜柑果冻。两位是第一次来脱音酒精路跑吗？对。你也是吗？嗯。好，那我们蜜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蜜柑，我是中武的大学生。哦，有像哎，你比他好一点，是你还单身吗？对，那好多了。OK， 好，那换果冻。嗨，我是果冻，平常是直播主。我平常直播主，嗯，先问一下酒量好不好，米卡？当然。他刚刚说，哎、欸，看到我好像就是有 PTSD， 因为以前看到我就是有一个节目也是喝酒的，这个没有那个命，这个还 OK。好，那果冻酒量呢？还不错。好像还不错。你还不错，大概是什么程度？就是我常常红酒配香槟都没有醉。哇靠！红酒配香槟那个很扯哎。今天的主题是我要带他们两个嘛？对。好，那很简单，我可以帮你们两个各喝两口。就两口的扣打，对，因为我们总共要跑五家的便利商店，然后最后一家两口吗？一个人两口，不是每一家两口，每一家两口太多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免死金牌，那就是你给我就帮你喝掉。太阳酒什么？我要吗？不要不要，我不要。好，三二一，慢慢喝，开始吧。这边调的快了，你敢慢慢喝？我靠，你敢喝？没关系，蒂卡先喝完了，所以那就请你去调酒吧。可以啊。这个就真的会拼输赢哦。先可以先脱光吗？好、不行的，节目要起承转合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来三二一，干杯！来，预备 ，Go！ 开始喝得快。Oh shit！ 好喝吗？好喝。好，那你会热吗？我好会脱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可以我看一下啊、地吸引力抓不住你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？这也太简单了吧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 过关。请问上次跳成什么时候了？不知道哎。OK 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去第二家了。那果冻还撑得住 ？OK。好，那走吧，去下一家。两个星座，然后看那个月份谁最接近那个就赢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猜你是母羊，好，你先不要动哦。然后我猜你是天蝎，差三个月。差三个月，所以是巨蟹的吗？水瓶，好，水瓶，差一个月，差一个，你什么？天平，那我去挑酒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你去挑酒吧。啊，你挑烈的、啊，可以哦。比较少，应该吧。你脸已经在红了、欸。那我已经不行了。开始。哦。这一口我帮你，就一口。你帮我还输？不是啊，不是因为我刚气没有换好，就没有。我讲认真的，没事，我跟你道歉，我把它喝完。还是用掉一次机会哦，那你就把他判惩罚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帮的啊！来，你拍片片的手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刚好就啊，人家为什么惩罚这个啊？我什么就要这个？为什么？吃黄连粉马吉，哇，这好难啊！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对这种马吉会有阴影吗？好恶哦！我有养猫啊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。啊，猫砂就很像这样子啊，那个大便滚来一起像这样。这个钱不要丢掉，留着。不要这样啦！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来，那即将来猜我最不擅长的环节了哈。我们来猜两位的照片，我猜看哪个最接近。不擅长吗？真的不擅长。真的不擅长？也没有。我如果真的阅览无数的话，我就不会在这边主持了。我猜他32。然后我猜他32.1，我其实是31，我的下围很小，32.5。好，那我道歉。好，那你去挑酒。OK。好，来这边请你挑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有需要帮忙的应该没有吧？要啊。你自己去挑好酒，然后你要我帮忙。当然他也是啊。哦，好、啊，一口嘛，预备，开始。那啤酒怎么办？因为这一方面你也有问题。啊、是你是代喝的，是你的问题是就是慢了，我觉得他们两个都要惩罚。那我要干嘛？你要受两次惩罚，一次就是刚刚的马蹄，为了观众的眼睛，我惩罚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拿来。这个千福丢了吗？所以我吃两颗。你刚自己说要带回去的，这个千福要丢掉留着。要这样啊！一直就是刚刚的马蹄，你闻。哎呦！好苦啊！
好了，那这一关我们来猜猜看。那我们 IG 打开的页面，看谁的有那种比基尼的照或是上空照，好，最先的那个就获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果冻了。几乎还都还没有，这种不算吧？你是不是没有比基尼这种东西？是很久没抽了。哇，真的。2022年10月10号 ，OK， 米卡来哦。他几乎都没有哎，这张。我们来看日期，2021年2月10号，恭喜果冻获胜，请你去挑酒吧，就在后面了，请进去。你这已经输啊？为什么？你刚刚啤酒的速度很差嘞。请问你要免死金牌吗？好用。好，预备备 ，Go。你有故意让吗？你帮我都输哎。Hi，Mika Shimase， 我帮人都输。还是好姐妹，背着对方踩健康步道，那我就上去吧。我就跳绳十下啊，不然我背他们干嘛？他真的走心哎。我没用嘛，我有点不好嘛。好的，那最后一家便利商店了，我猜鞋号好了。米卡的鞋号大概 US 5号半，果冻大概 US 也算是5号半，猜谁最接近好了？请说。你是6，那你呢？我不知道 US， 我是24号。谁的鞋子大就输了？一定我比较大啊。是吗？他鞋看起来很小哎。看看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吧，那就米卡你挑酒吧。对。哈哈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那 Mika， 你挑了什么 ？Whisky。Whisky 吗？要吓死人哦！哇，那你还有一口扣的、啊，我帮你，就我一口把它掉。真的吗？对，你不会害我输吧？不会啦，Whisky 我强项啊，我每两天喝一杯。我真的不行。没关系。开始。终于赢了，他终于赢了。那什么？我是小兔子，兔子跳十下，你愿意帮他跳两下吗？好，我帮他跳两下，那就一人五下，对，确定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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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那来到最后一家了。那米卡跟果冻现在大概几分醉？7分。8分。好，哎呦，那差不多了，7七8八差不多了。那我们来这个地方是叫嘉义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玩什么？玩乒乓球嘛。快死了。输了就喝嘛。我们会有下杯。下杯。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次投球，就一直轮流投嘛。投对。投到的那个指定谁喝啦、啊？就直接拼输赢啦。对。输了全部脱光了、欸。也没有啦。好，来，你先，一颗。哎呦，差一点，哎呦，差一点。好，好，活动继续。哇，你还有一颗，你还有一颗，你还有一颗机会，你还有一颗机会。哎呦，差一点 ，OK， 那这个是这样，是我喝啊。你喝。嗯。下午的塔吉亚特别好喝哎。他如果再丢弄这个，我再喝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對啊、一样，一颗，慢点哦。哇！大姐，没有必要一直丢中间吧？到底谁刚刚说很难的？你还有一颗机会。我说很难。他在决定哎。小胖好酒量，小胖好酒量。好，一样，再一个，再背对你的。好了，不然就这样子了，我们直接喝个特调好不好？好啊，你们两个喝看他这边的特调啦。好，那我就把那个 shot 喝完。好。OK， 好的，那正所谓女生还是要点美酒啦，一直喝 shot， 你们真的也是蛮辛苦的，好不好？那今天两杯，一个是巩固眼睛，一个是这个折柳。折柳、嗯。OK， 那可以看到这个折柳用大表杯子，它让那个香气起来，哦，很香哎，你们看，完全没有酒的味道哎。完全没有。这个很像茶酒的概念，它这巩固眼睛里面有接骨木，然后红萝卜。这个你应该可以接受，
这个酒跟你的衣服是一样的颜色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。一整套了。我们就一起敲一杯，好不好？那谢谢你们两位来啊，拖一起录。谢谢小胖。希望你们不要吓到。谢谢。也谢谢嘉义的 bartender， 谢谢。哎，可以给我一个 special 的吗？为什么男生在这喝 shot 啊？我也是妹啊。哎，你喝完了。嗯。你不说点什么吗？好喝吗？还不错。哦、还不错。你不用喝完，哎、欸，不用喝完了，不用喝完，你觉得好喝就对了。还不错。我肚子怎么笑呀？拜拜。